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马帆的团长苏菲。第十二届海边的孩子即将开跑了，今年欢迎大家来推荐表演者给粉丝页的小编，还有机会获得各式的好礼。这样，那演唱会即将在2019年的5月18号，位于三创园区开演，等你一起来观赛。